今天我们就在舞蹈教室，然后要排练的舞就是给 Different Man 这首歌。歌手吴建豪正为他的新专辑 Different Man 做最后冲刺，新专辑的发行进入倒数阶段，吴建豪也毛起来疯狂练舞，希望呈现给歌迷最好的一面。今天最后一天，然后我们刚才跳了最后一次，跟老师在场，所以还蛮开心。刚才本来说只要跳三四次，可是后来，对。这一次吴建豪特地从美国邀请来两位编舞老师，在合作之后，两人也都给予吴建豪相当高的评价。Probably the last 3 days are probably the hardest 3 days of my life, or actually, yeah, my life. And but it was all worth it.吴建豪还在练舞的阶段，就可以明显感受出舞步的复杂程度。届时等 MV 推出之后，想必会让大家更为之惊艳。社会视频娱乐台北报道。